好嘞，好，先放了再 OK 好。好，那我们发音最低，我们发音刚开始呢，老师都会想要跟大家分享最厉害的方式，对不对？首先呢，我们就不要再用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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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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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这样其实哈，你还是会有障碍的。所以老师呢，希望大家能够一口气把26个字母的长音呢，直接用成念成短音的系统，就方便你去背诵啊，然后也比较快的可以做拼字的练习哈。那老师先示范一下26个字母，回去呢，同学请要做一个功课，老师下次要考试，就是要一边念一边写出来。为什么？这叫反射动作啊，你就不用再思考了，因为你念 A A A I I， 你还要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为什么一口气就把它记起来呢？我们来示范一下哈，老师把26个字母写下来，一边念给大家。好 ，ab k d f g h i j k j k e m m，up q u roster the workers year 字。好，老师呢其实都把它念成是有声音的，是怕你们听不清楚。那老师呢现在在示范第二轮哈，你会就会注意它有分有声跟无声。有声呢你自己摸喉咙会有震动，无声呢你自己在发的时候这里是没有震动的，如果有震动就是发错了啊。老师再示范一次来 ab k d f g h i j k l m n a p q r s t a v w o r k s y e z。 第二次是很明显发现跟第一次发音不同，因为老师这打叉的代表什么？代表没有发出声音，但是还是要气音，这叫无声子音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，跟老师念，你不要念可，对不对？可硬音哈，所以不要念可，对不对？特，特别是特，跟老师 I can't， 不是 I can't， 哦，这样很怂，对不对？几个音要注意哦，譬如说像 L， 你们最不会发的，来这个字舌头要顶住上颚，念不要放下来，来告诉老师这个字怎么念 ？Well， 啊，那不要。把很多人家女孩子的名字叫做来哦 ，Michael 你好，我念 Michael 你好，人家是 Michelle 啊，不要念 Michael 是Michael 啊，再念一遍来 Michelle Michael 啊，还有 R 你们最不会念，还有就是 R， 你刚才那个 here 啊要卷进去。啊，那我们英文里面有这种 R 跟 L 的音比较难念，同学要注意，要先卷进去再顶出来到上颚，不要放下来，跟老师念 Carl 不是 car 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字因为要卷进去再顶出来哈，还要再收回来念 S， 所以舌头很忙的。那很多同学他都有人说恰死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变恰极了。来看老师示范一次，先卷进去，再顶出来，再 S，Charles。啊，像这种有 R 跟 L 的音要小心，还有最后就要注意到的，要闭嘴。如果不会念，舌头顶住上颚，从鼻子发。好，那这几个音大概就复习到这里。还有 L 啊，要发。L， 它的长音是 L， 不是 LL， 对不对？还有这个 S 啊，发 S 的时候呢，不要念啊，我们它原来念是 S， 对不对？啊，是我们说 S， 不是 S 是屁股，你不要把人家小 S 念成小 S 啊，我以为念成小 S 啊，as 啊，就变成是屁股了，对。All right， 好，今天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，OK， 好。那26个字母回去就把它记起来就可以了哈。